先给我炒菜。所积极推动的，这次我们美术文物馆呢，特别邀请大陆的这个许大师他来展出。那么许大师他的这个书法呢，在中国大陆是赫赫有名我们都非常的这个尊敬的一位大师他平常呢，在学校的自学都非常的严谨。那么他的这个这个作品呢非常的这个精炼。我们能够邀请他来这边展出呢是我们建国的福气，也希望我们社区的居民同好大家多多来欣赏，希望两岸的这个创作呢能够继续多多的交流，让两岸的人民有这个眼福好好来欣赏。非常的Thank you.